你也有这些状况吗？当心死神找上门。去泡药草浴，泡完以后会阴一个小伤口都没有好，等到他整个会阴都已经化脓肿起来，他来找我们。像我就遇到一个痔疮的20岁年轻女性，哎呦，可她还积层。那我想啊，一定是掉出来。那我一打开一看，我自己也傻了，她那个真的太大，因为你第一眼看会以为她要生小孩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